或 BH Petrol My 购物吧。现在就下载 eCash 手机 APP 或浏览 bhpetrol.com.my 了解详情。支付的条规 ，BH Petrol 祝您恭喜发财，他妈的有没有？等一下把停好，前面停车了。是吧？是啊。巧克力面包，真的吗？跟你这种人出来呀、啊！嗯，巧克力面包味道浓郁顺滑，真的太好了！神性炸鸡店 Quick Bite Go 现备有美味浓郁的 Black Forest 和 Salted Caramel 两种精致口味，立刻试一试炸鸡店 Quick Bite Go， 你释放妙不可言的喜悦。开心了吧？嗯，非常的开心。一场生化武器大战，死伤无数。清洁剂把地板抹干净了，你闻不到茶树油和薄荷精油的清香味吗？嗯，真的有清香味呢。 Berry Sea Floor Clean and Coat 能有效去除地板上的细菌和病毒，并保持地板干净长达十天呢，在各大药剂行、超市及 Berry Sea dot net 网上都买得到。 Berry Sea 爱护您的肌肤与笑容。 Berry Sea 好闻好闻好闻time.
金宝呢？Hello，Hello。我问一下金宝呢，你是什么靠 ？F。你有什么厉害的技巧？我的心。假装这是这个，你可能会怎么做？现在吗？我们要示范，不一定要直接亲他，但是可以比喻。不能亲吗？我想亲。不行啊，这手不要亲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会喜欢在这边，舌头会边烧的边，然后这样子。那你会生喉咙吗？我会用喉咙那边喊，但是我觉得那没有到生喉咙。你没到生喉咙？我没有到完全压紧，就是这边会收缩嘛。等一下，
特别是其实你用这个，我的女粉他们会定期买的东西，是因为有些人比较容易发炎，是感染，他用这个比较。我觉得我一直也很想要跟女生讲一件事，就是不管我有在拍片，所有的女生都穿泳裤。啊，真假的？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说你湿不湿的问题，是保护你自己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泳裤，所以即便你跟男朋友不管有没有戴套，那个摩擦力大不大，其实加润滑是保护你的。啊，因为你不够湿。OK， 是保护的女生。那这个，那你用这个 OK。好的，相当有热心眼零八四，我们在今日嘅好啦，那今天我们是大人版小天使的任务，算是圆。做乜嘢啊？采花。
喧哗中享受无止境的宁静生活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香港影坛涌现出了无数倾国倾城的大美人，她们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，更是成为了万千少男的梦中情人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许多香港女星早已经挥去幕后，悠然度日。如今还活跃在大家视线里的张柏芝就是其中一个了。她不仅是很多八零后的女神，也是九零后的女神。而张柏芝前段时间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二》综艺节目当中，很多人都。那咱不要结婚了。可是你前的《过来》五首歌曲，九零后肯定没有听过。第一首。如果问结果，他拎着一套房逛街。兄弟二人去公司开会，昔日的大哥却被挡在了门外。KL Journal Hotel 係啦，咁就大家可以睇下幾咁靚
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，舞台喧闹或者是真的召唤我，不瞒你说我想你了，都转身you